父母离异，女孩被他们抛弃，母亲带着妹妹改嫁豪门，父亲则是浑浑噩噩虚度光阴。女孩被外婆养大，没人教导，缺少陪伴的她性格逐渐变得冰冷孤僻。这天外婆突然病倒住院，离婚多年的两人过来商讨赡养老人问题，可刚见面就争执不休，恨不得在医院里面大打出手。最终父亲利用林家名声要挟，成功将老人跟女孩甩给前妻。就这样他们被接到云城林家，女人吩咐保姆给他们安排房间，自己却出去躲清闲。大户人家的保姆多数势利眼，看着他们穿着打扮心里一阵咒骂，但碍于夫人的面子还是乖乖将他们安顿进去。楼下几人的举动全都被林家家主林林尽收眼底，听说他在原来的学校记过大过，这种刺头够呛弄进一中了。走吧，我们下去见一见他们。两人下楼后，林景轩盯着女孩目不转睛，心想这么漂亮的刺头还是第一次见。林林自然不能失了礼数，抬手说着老太太舟车劳顿辛苦了，坐下来喝点茶吧。小冉的事宁晴都和我说了，您放心，学校的事我去安排。老太太听后连连道谢。几人说话间，母亲带着妹妹回来，秦宇看到哥哥也在，快速跑过去撒娇，完全忽视了外婆和姐姐。哥哥你平时这么忙，怎么有空回家呀？林景轩回着刚好这边有个项目。女孩活泼可爱，小嘴超甜，这也是亲生父母为什么都喜欢她的原因。跟继父寒暄几句，转头对着姐姐惊呼道，再次见到你很开心呢，欢迎你来到林家。女孩深知妹妹是个绿茶，小时候因为跟她玩耍没少帮她背锅，这也是父母不待见她的原因。秦宇看她沉默不语，冷冷说着，既然来了林家就要守林家的规矩，惹爸爸不高兴会被撵出去的。女孩从小就被父母抛弃，靠外婆抚养长大的她性格变得冰冷且孤僻。后来外婆生了一场大病，母亲不得已将他们带回林家。女孩来到林家的第一晚失眠了，闭上眼睛就能想起以前被孤立的日子，想着想着一阵头痛，想要吃点助眠药物，却发现药瓶已经空了。第二天清晨，林林带来一个坏消息，小冉很抱歉，去一中上学没办成，我再去问问别的学校吧。母亲在一旁冷嘲热讽，女儿当时可是自己考进去的，根本没让我们操心。绿茶妹妹见状开始补刀，妈妈你这么说姐姐会生气的，她脾气多不好你还不知道吗？再说一中可是云城最好的中学，校长更是身份不凡，能进一中的学生不只要学习好，还得品德兼优。女孩听到他们吹嘘就烦，从口袋摸出一个信封说着，我有一中校长的推荐信，就不麻烦叔叔帮我找学校了。母亲见她胡言乱语怒吼着，够了，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呢。女孩被吼不为所动，压了压帽子回着，没什么事我就去学校了。母亲看到她不争气的样子，心脏病差点气犯了，一边吐槽一边咒骂。这时林景轩注视到她手中的信封，紧张说着，那上面盖的是徐校长的私印，他应该没有说谎。云城一中学生们听到学校来了超帅的校友，直接将医务室围得水泄不通。同学请问你是拿药还是看病的？女学生一脸羞涩回着，拿药，麻烦给我拿一瓶维生素 C 谢谢。女孩们一边排队拿药一边偷窥校门，这眉毛这嘴唇搭配这帅气的脸蛋真是太完美。兴致正在高涨时，上课铃声突然响了起来，学生们离开后，陆兆颖躺在转椅上吐槽，俊爷咱帝都公子哥不做好着当什么校友，而且工作还全都丢给我，真是累死。程俊听后冷漠回怼，这种小活还需要我动手吗？不需要不需要，不过那些高价约您做手术的人要是知道你在学校免费给人看病不得气炸。两人说话间，冉姐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走了进来，请问你们这里有助眠药卖吗？两人对着声音来源看去，同时被女孩的样貌吸引。那个同学，助眠药是处方药，不是说买就能买的。冉姐听后压低帽檐，冷声回着，没有就算了，我就是随便问问。程俊看他要走说着，等一下我给你拿药。俊爷他要的可是助眠药，不能随便开吧。程俊听后表示自己有分寸，这是三天的量，吃完了再来拿。女孩看到那精致的药包和眼药水，顿时对这男医生有了一点好感，说了声谢谢，随即转身离开。俊爷你就这样给他了，万一出事咋办？程俊回着，放心，给他的不是药，而是辅助睡眠的糖果。云城一中来了个刺头，校长决定将他分配给一班，可却遭到一班班主任的拒绝。徐校长，这种搅屎棍学生要是放到我的班级，不得把我的班级带得歪风邪气？看看这档案，打架斗殴逃课，批评处分一个不落，我都嫌拿着脏手。李老师的言语是不是有些刻薄了？我们身为老师不该挑拣学生。高老师站着说话不腰疼，感情不是放在你们班里。高老师听后紧张回着，要是我的学生我自然会负责。那高老师真高尚，难怪教书20年还在原地踏步。校长一看两人剑拔弩张，赶紧出来调和，那个高老师你愿意带这个学生吗？高老师紧张回着，我愿意。李老师一看刺头有人要，直接将档案丢了过去，徐校长我班上还有考试就不奉陪了，说着便转身离开。等他走后，高老师拿起档案里面试卷查，顿时被他的解题方式惊呆，这做的也太好了吧，真的是埋没人才了。回教室路上，冉姐拿着眼药一阵温暖，心想这个校医真细心，居然发现我睡眠不好眼睛有血丝。不过那个家伙怎么感觉在哪里见过？教室里高老师站在讲台上拍桌子，大家安静一下，今天我们班转来了一位新同学。同学们听后议论纷纷，听说新同学是校花秦宇的姐姐，居然分到了我们班，肯定是林叔托关系。徐瑶光冷漠回着，不知道也不感兴趣。是是是，大家都知道你对秦宇感兴趣。周围同学一听有八卦，
纷纷加入进来。我听说秦宇那个姐姐在宁海村打架被休学留级，能来我们一中指定托了关系。小绿毛吐槽，那不就是农村女混混吗？打架那么厉害，一定膘肥体壮肥恶心。徐瑶光不想听他们讨论这些，起身说着你们继续，我要去礼堂看秦宇拉小提琴。一个往里进，一个往外走，刚好在门口擦肩而过。同学们看到冉姐纷纷住嘴，既有好身材又是个美人，没有男同学能抵住这种诱惑。秦冉，你就坐在林思然旁边吧，女孩回着好的。说完向座位那边走去。男同学们闻到小香风顿时爆炸，哥们这个我要了，拜托拜托。另一个男同学回着不好办啊哥们，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秦冉坐下后两人互相问好，看到后面男同学激动不行，表示放学一定要找他交流交流感情。女孩第一天上学就被班上的小混混盯上，放学后几人鬼鬼祟祟跟踪着，跟到了没人的地方。一个小混混上前叫住女孩，新同学别急着走啊，陪哥哥们开心开心再回家，我们精心为你准备了迎新会，一定要赏脸参加呀。几人说话间，陆兆颖和程卷从远处走了过来，两人本来是要去饭店吃饭，却在这里碰到了女孩，她好像遇到麻烦了，你过去帮一下。好嘞卷爷，看我怎么帅气登场。小混混完全没有察觉到后面有人，走上前就要调戏女孩。冉姐见她先动手也不客气，抓住混混胳膊向后旋转，疼得混混龇牙咧嘴，你们两个还在看什么，过来帮老爷。另外两个同伴听后快速过来送人头，短短片刻，小混混全部失去战斗力，这次就当给你们长长记性，下次再让我看到你们调戏你，通通踢折第三条腿。陆兆颖见状顿时惊呆，这小妞也太狠了，不到一分钟居然单挑三个小混混。程卷看着女孩陷入沉思，她比我想象中还有趣，得找机会跟她认识一下。秦冉从她身旁路过时轻声说了句谢谢，陆兆颖听后暴跳如雷，明明是我要上去救她，为什么跟你说谢谢，真是太可恶。抱怨完转头看向战场那边，冷声询问那三个学生怎么办，这样的垃圾不配留在一中，把他们都处理掉吧。某高档酒店，两人跟许校长坐在一起闲聊。许老，你在这云城一中当了三年校长，怎么突然想卸甲归京了呢？我物色了一个接班人，等了好久才等到他。陆兆颖迷惑询问谁，有什么特长能吸引您？许校长微笑回着，还不能说，因为他还没有答应，不过我相信他会答应，所以我要提前回京多做准备。连徐家的继承人都不想做，这个人一定很有来头。卷爷，你就不好奇是谁吗？新来的转校生神秘莫测，不但打架厉害，居然还会拉小提琴，优美的琴声传遍四方。徐少，那个转校生你没看到可惜了，长得巨特喵漂亮。徐瑶光听后不以为然，因为他只喜欢秦宇。这时小提琴教室那边突然传来琴声，徐瑶光听后顿时一愣，心想这琴声怎么从来没听过，为音乐痴狂的他拔腿就跑，想要看清到底是谁在弹奏，快速跑到楼上推开门，却发现里面空空如也，同伴呼哧带喘询问着人怎么不见了，该不会从二楼跳下去了。徐瑶光听后陷入沉思，这人明显是故意躲着的，看来这个学校不止秦宇会拉小提琴。冉姐坐在楼下草坪大口呼吸，好险差一点就被他们发现了。回教室路上心情愉悦，因为她只有在拉小提琴的时候才是最快的。到达教室，同桌凑过来询问，秦冉同学，老师布置的作业该交了，你做完了吗？冉姐听后直冒冷汗，心想这几天光顾着玩了，居然忘记写作业，转头笑嘻嘻询问，我可以不交吗？林思然表示不行，不交就得挨批评。无奈冉姐只好奋笔疾书，简单写了几道题后抬手丢给林思然，我成绩不好，有些题目不会，多多担待啊。林思然微笑回着，没事，我是学习委员，以后哪里不会跟我说，保证给你教明白。这时秦冉突然发现他胸口的标志，小声询问，你也喜欢妍希吗？林思然听后直接暴走，激动询问，你也是妍希铁粉，要不要我教你注册小号帮他投，我弄这一块嘎嘎权威。秦冉被他弄得一脸无语，冉冉你放心，就凭你喜欢妍希这一点，我一定会帮你把成绩提升的。放学后林思然一边走路一边给他讲解学校生存法则，一般的秦宇你最好别惹，他是林家的人，还有徐少照着。对了，附近还有所职高，里面的校霸更是惹不得。话音刚落，抬头竟然看到校霸注视过来，转校生胆大包天，居然当众辱骂校霸。就在刚刚秦冉跟同桌回家时，被职高的校霸给拦住，同桌不想跟他们起冲突，小声低喃，我们还是绕路吧。秦冉丝毫不慌，将他护在身后坚决不让。这时班上两个男生从后面走过来，林思然转头看到乔生和徐少，心想这下有救了，拉着秦冉的胳膊就要离开，可校霸哪能轻松放过他们，冷声怒吼不许走，说着便快步走到女孩面前，两人四目对视，冉姐丝毫不惧，校霸抬手想要触摸冉姐，却听到他冷声呵斥，拿开你的狗爪。后面小弟冷汗直流，心想这个小丫头片子肯定废，因为从来没有人敢跟老大这么说话。林思然被吓得身体颤抖，口吐白沫，秦冉见状一把拢入怀中，魏子航，让你这些小弟滚远点，吓到我同桌了。校霸听后开怀大笑，冉姐果真是你，我还行思认错人了呢，你们几个滚一边去，别挡着我冉姐的路。一个个表情那么凶干什么？冉姐，你怎么来云城也不跟我说一声？林思然听后当场石化，心想冉冉居然这么厉害，竟然能让校霸点头哈腰。秦冉捶了一下魏子航说道，找个人把我同桌送回家，
他被你们吓得走不动路。旁边小弟疑惑询问，这位是？魏子航双手插兜回着宁海听听罢，我祖宗。说完屁颠屁颠跟了上去，整得后面小弟一脸无语。傍晚林家别墅，秦宇趁着吃饭的机会开始搞事。妈妈，我听说姐姐又跟人打架了，好像打得挺严重的。宁晴听后顿时暴怒，这个不争气的玩意走到哪里都给我惹事，我怎么就生了这么不省心的女人。话音刚落，别墅房门吱呀一声被打。不好意思打扰你们吃饭了，我回来拿完东西就走。说着便向楼上走去。你们两个先吃，我去看看他拿什么。走上楼站在门口呵斥，摆张臭脸给谁看呢？给你布置粉色精致的房间不要，非要住那破学校干嘛？对了，雨儿说你跟职高的人打架了是吗？秦冉听后顿时一愣，心想我这个妹妹还是老样子，喜欢弄虚作假挑拨离间。背着书包一边向外走一边回着，我没有打架，还有我从来不喜欢粉色，只有秦宇喜欢。宁晴看他离开没有阻拦，心想这丫头真能添堵，放着别墅不住跑去住校，给他买的名牌衣服和包包也不要，算了走就走，眼不见心不烦。高中生去银行办业务竟然被柜台小姐看不起，可下一秒他拿出钻石卡瞬间打脸柜台小姐，实在对不起，我们普通员工没有权限办理您的业务，已经提交上面来处理，耽误您的宝贵时间实在抱歉。过了一会，经理一脸谄媚地说道，您给云城一中转的住宿费已经办好，请您收好钻石卡。秦冉接过钻石卡说了声谢谢便转身离开了。回到学校后，他拿着手机在网上冲浪，突然看到一个有趣的任务，于是来到校医室想要看看是谁发布的任务。你们好，请问这里招兼职吗？陆兆颖听后一脸懵逼，吐槽这么晚来校医室就是为了这个吗？秦冉回着是的，我最近揭不开锅了，挺缺钱的。陆兆颖心想，我虽然很想帮你，但俊爷向来不喜欢外人打扰，尤其是女生。陈思完为难说着，抱歉啊同学。没等他继续说下去，程俊便开口，我这里还缺个做饭的，你会做饭吗？秦冉看到他帅气的面容直吞口水，心想怪不得天天有女生往这跑。陈思完轻声回着，我会，那每天中午和晚上来这报道，工资日结可以吗？秦冉听后表示赞同。俊爷，你是不是忘了明天程管家来啊？程俊回着，当然没忘，让他直接去别墅。陆兆颖听后一脸懵逼，心想真是奇怪，俊爷不是不喜欢陌生人照顾吗？秦冉回到班级径直走到自己座位，这节课是物理考试。秦冉看着试卷发呆时，发现同桌一直偷窥自己，转头询问一直看着我干嘛，我脸上有东西吗？同桌紧张回着，没没有。冉冉，昨天那个校霸为什么听你的话？秦冉大笑回着，因为我曾经很有名。两人说话间，物理科代表徐瑶光拿着试卷大声说道，时间快到了，大家准备交一下卷子。林思然一听顿时麻爪，冉冉物理老师是个大魔头，你没做完的话赶紧抄我。秦冉看着试题无聊爆炸，因为这种小儿科根本难不倒，不过为了营造学渣形象，他只好全部选。这粗鲁的举动正好被收卷子的徐瑶光看到，这位新来的同学还真是如传言一样，学渣中的战斗机，人渣中的推土机。可当他看清秦冉的面容后，真的好想收回刚才的话，因为冉姐的魅力没有男人能抗住。京城来的公子哥就是不一样，吃饭的食材都得从高级饭店获取。傍晚，宁晴从一辆豪车上走下来，心想今天林家小姑子从京城回来，我可得好好表现，不能丢人。四处观望探风时，突然看到秦冉站在高级饭店门口，宁晴疑惑不解，心想他怎么会在这？这个时间不应该在宿舍里吗？左右环顾，看到没有别人，宁晴怒气冲冲走了过去，冷声呵斥，你在这里干什么？秦冉敷衍回着，我有事。你能有什么事？赶紧回学校去，少跟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狂风暴雨的轰炸顿时吸引了车内的程卷，秦冉扛着母亲的唾沫星子扫射，足足挺了十分多钟，好在高级饭店服务生及时送来食材，要不没等秦冉坚持不住，程卷都要先破防了。宁晴看着汽车离开，气得直跳脚，冷声怒斥，雨儿马上就要去京城了，要是耽误雨儿大事，我饶不了你。发泄完，他开始回顾，刚刚那个男人气质还不赖，秦冉居然认识这种。不过车子看着很普通，应该不是什么有钱人。沉思时，一辆豪车停在他的面前，一个年轻貌美的贵妇走了下来。你在这里干什么？怎么不进去呢？心想宁晴这个女人还是那么土，衣服和包包在京城早就过时，果然是个上不了台面的东西。宁晴看到小姑子，赶紧上来提，可贵妇根本没理她，而是转头看向身后。心想刚刚开走的那辆车怎么有些眼熟？云城什么时候有这种高级定制车了？两人走进饭店后，宁晴跟在一旁点头哈腰，完全失去做人的权利。两人回去的路上，程卷故意找话题聊天，刚刚那个是你亲戚？秦冉回着是的。程卷调侃，看着不像，他的穿着打扮还有车一看就是有钱人。秦冉忙着玩游戏敷衍回着，你的车也不错了。心想这个家伙真能扮猪吃老虎，车里这套定制音响估计就够买宁晴那十台车了。程卷看他盯着手机目不转睛，询问着，你在玩什么游戏？秦冉回着说了，你也不知道，你看着就不像会玩游戏的样子。程卷被他怼得哑口无言，多年前的回忆突然冲进大脑。吃完饭回到林家，贵妇跟玲玲一边喝茶一边闲聊，哥哥，听说宁晴又带回来一个拖油瓶，你应该没少帮忙收拾烂摊子。玲玲微笑回着，没有，那姑娘叫秦冉，有点本事自己进了一中，应该不是你说的那种坏孩子。我这嫂子生的孩子能是善茬，
哥，会咬人的狗不叫，小心被他老实的外表给骗了。在这个家里，我只认情于一个侄女。对了哥，魏大师一直想收个徒弟，过阵子我准备带女儿去京城拜访。林林听后激动万分，要是能攀上魏林大师，那我们林家的声望可就更上一层楼了。楼上卧室，秦宇专心致志地练习小提琴，宁晴不忍女儿太辛苦，叮嘱秦宇早些休息，便转身向外走去。这时秦宇发现地上有个纸，拿起纸团查看，顿时惊呆，上面内容正是一首原创曲谱。快速跑出房间想要问问这是谁的，可看到母亲后却欲言又止。秦宇拿着曲谱回到房间查，发现上面的节奏手法全都是大师级别水准，要是学会定能一曲成名。不过秦谱突然出现家里还有些匪夷所思，想过是姐姐秦染，但很快又被排除，因为他根本不会弹小提琴。看来我只要把曲子练好，再把曲谱藏好，这首原创的曲子就是我的。大名鼎鼎的宁海村村霸进城后居然选择当保姆，饭菜做好后，陆兆颖一边吃饭一边嘟囔太美味了，搞得程娟一脸无语，秦染恨不得上去给他一勺子。不过为了完成任务，他最终还是忍了下来。这时手机突然叮叮响了起来，拿起电话发现那个精神病又下任务，居然在之前的价格上又翻五倍。冉姐一看顿时来了脾气，编辑短信回着给多少钱我都不接，你们还是早些放弃吧。发送完短信后，她端着两盘菜径直走向饭桌。陆兆颖对着程娟吐槽，那边又把单子给拒了，还说让咱们早点放弃。程娟回着五倍不行，那就五十倍。秦冉听到谈话内容直冒冷汗，心想这话怎么这么耳熟呢？陆兆颖看到饭菜齐了，轻声说着坐下一起吃。不了，我还有个饭局，一会去那边吃。程娟询问你去哪呀？我送你。秦冉回着恩玉大酒店。程娟听后直接带着秦冉出门。陆兆颖一脸懵逼，心想俊爷最近这是怎么了？居然为了送人都不吃饭了。两人驾车来到恩玉大酒店后，秦冉说了声谢谢便快速下车。可没走几步，手机突然来了电话，接起电话那边说着，那个单子加到了五十倍，你真的不接吗？秦冉听后冷声回着，把那个白痴的资料发给我。很快资料就被发了过来。秦冉看后双眼冒光，心想果然是你，嘿嘿，既然落到我的手中，看我怎么恶搞你。恩玉酒店包房，一群亲戚围着宁晴和秦宇夸赞，什么嫁个好老公，什么培养个优秀的女，反正各种好话各种甜。众人说话间，秦冉闪亮登场。进门后他看到小姨跟表妹站在一旁，于是走过去询问怎么不坐着，却听到小姨说没有椅子。秦冉哪能忍得了这个，转头看到秦宇小提琴都有椅子坐，这让他更加生气，快步走上前想要拿起小提琴，却被后面的保姆给叫住，这小提琴58万，你最好别动。众人一听顿时妈整，小声低喃宁晴真有钱了，给女儿买小提琴居然买这么贵的。母女俩听到亲戚们讨论，顿时扬起小脖自信满满。秦冉最看不惯他们那副模样，冷声吐槽58万真的好贵哦。说完拿起小提琴用力摔在地上，琴弦根根崩断，宁晴想要说什么却又气得说不出。秦冉则是丝毫不惧，拉过椅子说着，小姨坐，我看今天谁敢让你请。保姆在一旁大声怒吼，居然敢摔小姐的琴，你疯了吗？不就是一把破琴吗？弄坏了我赔他便是，你个保姆也配在这里狗叫？还家庭宴会大发雷霆，吓得亲戚们瑟瑟发抖。小姨，看来今天这饭是吃不成了，我带你和慕莹去外面吃吧。几人出门后，保姆上来挑拨离间，小姐，您的小提琴被他摔了，难道就这么算了？秦宇微笑回着，没事，叫人开始上菜吧，不要因为一个小插曲影响大家。饭菜端上来后，秦宇端起酒杯说道，各位姨娘姨父对不起，我替我姐姐向大家道个歉。哎呀，没事没事，都知道她什么样，从小就是个暴脾气，她走了我们才能安心吃饭，不然提心吊胆。众人端起酒杯开怀畅饮，很快就将刚刚的事忘记了。秦宇带小姨跟妹妹看望外婆后，决定亲自送他们回去。小姨担心她今晚摔坏小提琴，回家后会被宁晴责罚。秦冉却表示不用担心，这点小事自己可以解决。小姨知道你都是为了我才发脾气，但我不希望你们母女关系太差。秦冉听后陷入沉思，好像从宁晴不要我的那天起，我们的关系就已经很糟糕了。小姨，慕莹慕南也要来一中上学了吧？这是我打工赚的钱，你先拿着。小姨微笑回着，有这份心我就很开心了。秦冉被拒绝表示很无奈，心想以前给小姨打的钱也一分没动，说要攒起来给我当嫁妆，算了，过几天放假去小姨家里看看，用这个钱给她装个空。这时秦冉从口袋拿出一瓶药，刚要递给小宁晴，就从一旁走了过来，冷声询问你们在干嘛。慕莹听后回着，冉冉姐在给我妈拿药。宁晴一听顿时暴怒，秦冉你是不是还在研究你外公那些鬼东西，他把自己害死了，你把自己搞成神经病，现在又来祸害你。秦冉听后眼神瞬间冰冷，像是被触到逆鳞一般。宁晴被他看得有些发毛，意识到刚刚说错了话，但是作为母亲，他可能下意识不想让女儿受伤。秦冉不想听他狡辩，冷声回怼，你不配提我外公，还有我不是神经病。冉冉，妈妈刚才说错了话，但你生活在云城，我不管你，谁管你？秦冉冷漠回着，别叫我冉冉，我和你不熟，我的生活也不需要你来指手画脚，我做的任何事情也和你没关系，记住了吗？还有，给小姨的药是国家投入实验室的药。林景轩看着母女吵架冷汗直流，心想这个秦家有些神秘，实验室的药可不是普通人能拿到的，就连京城的小姑都没这个本事。秦冉从他身边走过，林景轩闻着小香风脸色羞红，心想这个女孩真独特，
每次见到都冰冰凉凉的。令仪，我本不该管你的家事，但你刚刚的话确实有些过分了，我还有事先走了。秦染，我送你们回去吧，就当替令仪给你们赔个罪。秦染听后冷漠回着不用，那好吧，你们注意安全。秦染走后，令晴站在那里开始嘀咕，死丫头今天让我丢脸，看我以后怎么收拾你。这时他突然发现身后有人，转头询问女士。程卷转着手术刀一脸冷酷，你刚才叫谁神经病呢？令晴看着来人有些眼熟，努力回忆后想起了那天在私房饭店门口见过。回忆完他戏谑调侃着，地痞小流氓也赶来医院造次，以为穿个白大褂我就认不出来你。高冷笑一看到未来女友被人谩骂，立刻冲上去帮他讨回公道。俊爷，他居然说我们是小流氓，真是笑死我。程俊冷声威胁我，希望你能跟他道歉，否则后果自负。凭什么我骂我女儿管你什么事？你算什么东西也配合我说这话？俊爷，这种女人就应该给她一点教训。几人说话间，后面电梯叮的一声打开了，宁晴一看是江院长，赶紧冲过去巴结，可江院长根本没有时间理会他，而是摇着尾巴向程俊那边跑了过去。宁晴一听顿时妈找，心想这人是谁啊，连江院长都这么恭敬伺候着，完了完了，这下一定闯大祸。程俊躲开江院长冷冷说着，记得跟他说对不起，还有如果再让我听到你说他是精神病，我不介意把你身上零件拆给有需要的。宁晴听后疯狂点头，生怕这个大人物火山爆发。江院长也是头一次看他发脾气，一边擦汗一边询问，俊爷您这个月手术怎么安排？程俊微笑回着具体细节跟陆兆颖谈，我还有事先走了。楼下公交站点，秦冉一边打游戏一边等公交，这时一辆豪车停在他们面前，程俊放下车窗询问，去哪要我送你？秦冉听后疑惑不解，心想他怎么在这。片刻后几人来到小姨住处，走进小区，沐莹激动询问着，表姐，刚刚那个帅哥是你的朋友吗？秦冉回着，算是吧，我现在在给他打工。冉冉，送到这里就行了，赶紧回家好好休息，别把自己弄得太累。好的小姨，等沐莹和木南来一中了，有事可以来找我。好呢好呢，以后他们俩就交给你照顾。秦冉走到大门口后，程俊轻声说着走了，我们去医院接陆兆颖然后回学校。陆兆颖上车后看到秦冉，调侃说着，社会结也在，哎呀你在玩九州游戏，带我一个带我一个，咱俩双排上上风。抬手想要打开游戏时，却震惊发现之前下的任务被大佬接了。程俊听后一脚刹车定在原地，陆兆颖则开心的手舞足蹈，俊爷你说他为什么突然接单了吗？程俊听后陷入沉思，这么突然一定有问题，难道他发现了什么？秦冉看着两个小丑默默偷笑，心想不就是个小破单子吗，至于这么开心？秦冉回到寝室后拿出笔记本就开始工作，既然接了单子那就得把水搅浑，半真半假的消息通通放出去。弄完这些他又忙乎上代码，这让对面的同学很是不满，臭婊子真能装，招呼都不打就在那玩电脑。拿出手机跟秦宇汇报情况时，林思然带着同学回来拿材料，看到秦冉也在简单打个招呼，两人取完材料出来后，林思然微笑说着，刚刚那个是我同桌，他长得是不是很好看？潘明月沉思片刻回着，是，那个麻烦你把这个带给你同桌。林思然见状疑惑不解，我同桌那么酷的人会吃这东西？潘明月微笑回着，他一定行。女校霸考试故意考零分，却遭到吴德老师恶意嘲讽，高老师我早就提醒你秦冉是个搅屎棍，你偏不信，这次全校就他一个零分，害得你们班平均分都掉。高老师听后毫不在意，微笑回着，他只是有些叛逆，只要正确的引导就会有变化。几人说话时，徐瑶光走进来说着，老师我来拿物理试卷。旁边的小女孩一看是她，脸蛋蹭的一下就红了。回班级路上，女孩紧紧跟在她身旁想要多看几眼。这时徐瑶光突然转头说话，你能把秦冉的卷子给我看一眼？女孩听到男神请求哪敢不从，快速从试卷中找出秦冉那份递了过去。徐瑶光接过试卷仔细查看，看着看着突然发现端倪，心想题目全写满还得零分，太不正常，单说选择题蒙都能蒙对几道。这时红班男生想要找她去看秦宇表演，见他看试卷入迷上来捣乱，可当他抢过试卷顿时懵逼，秦冉怎么又零分了？我下午得嘲笑嘲笑他。徐瑶光冷声询问，你什么时候和秦冉关系这么好？男生随意回着，哪有，就是看他考零但没事逗逗他，快把卷子送回去，秦宇那边还等着给你表演小提琴。校园长椅上，秦冉躺在上面休息时，突然听到一个熟悉的曲子，快速站起想要仔细听一下，却发现琴声戛然而止。秦宇突然停住引来大家的不满，徐瑶光听到这个曲子陷入沉思，上次那个拉小提琴的人真的是秦宇吗？为了打消心中疑虑，抬头询问怎么不继续了。秦宇回着，我还没练好，等下次熟练再给你们表演。众人听后纷纷散场。这时一个女同学发现心仪对象向秦冉跑去，冷声咒骂他们怎么玩到一起去了。秦冉，你说你长得这么漂亮怎么就能次次零分呢？该不会是你故意的吧？秦冉听后无语至极，转头比了一个晋升手势，香喷喷的长发划过他的脸颊，乔生被这无意的举动瞬间魅惑，徐瑶光上前叫他半天都没反应。因为原生家庭不美满，所以女孩性格冷傲且孤僻，从不喜欢跟人接触的她，今天却被这个男人搞得小鹿乱撞。程俊拿过助眠药后，从里面倒出来几颗，心想不能给太多，以免她产生抗体。秦冉拿完药冷声说着，我晚上有些事要去处理，现在提前把晚饭做好。
你们到时加热一下可以吗？程俊听后表示没问题。两人说话间，陆兆颖火急火燎跑过来，俊爷不好吗？我们电脑系统好像出问题了，要不要拿给徐老帮忙看一下？秦冉听后对着电脑扫了一眼，心想这哪是系统故障，分明是有黑客攻击，想要上去帮忙，但又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还是决定先去做。来到厨房后，他有些心不在焉，攻击程俊电脑那个家伙手法很高明，徐老手下的人不一定能看出来，等防火墙破解，程俊电脑里的资料就会被窃取，看来还真得帮他一把。做完晚饭跟两人匆匆告别，回到寝室拿出笔记本开始还击，短短片刻就被对面干崩溃了。躲在暗处的黑客见攻击被阻拦，顿时大发雷霆，一旁的小伙伴见状说着，能阻拦下你攻击对方很强啊，难道是华盟的高层？不是华盟，他们有自己的标志。小伙伴一头雾水询问，那还能有谁管这形势呢？秦冉干完活伸了个懒腰，心想剩下的时间正好去小姨家吃饭。秦冉来到小姨家后，发现大家都已经到了，小姨端着一大盆小龙虾说着，怎么光坐着不动筷啊？都是一家人边吃边聊呗。秦冉别玩手机了，给你妈妈加点菜盛点汤呀。秦冉明白小姨组织饭局就是为了缓和她跟妈妈的关系，但小姨不知道她根本不想缓和，以前遇到事都是靠自己，以后更是如此。秦宇听到小姨的话灵机一动，小姨这个汤做的可真好，妈你多喝点。宁清一看小女儿这么贴心，更看不上秦冉。二表姐，听我妈说你成绩特别好，想考哪所大学呀？宁清回着她想考京大，和她哥哥上同一所大学。别光说我呀，姐姐也是高三了，你想考哪个大学？饭桌上的都知道秦冉成绩差，他们听到这个问题都被尬住。哎呀，你看看我这嘴，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呢？秦冉听后立刻放下筷子回道，之前我确实没想好去哪所大学，不过现在想好，我也去京大。